毛豆啊，你说说你，你怎么就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呀？你别的同学被学校叫去都是因为受到表扬，你倒好啊，净给我闯祸。我一到你们学校被老师骂的真是脸都丢尽了，怎么生了你一个这样的儿子啊？真好。哎呦，毛豆，妈妈拜托你，你给妈妈长点脸，你就好好学习好了啦，不要在学校老师打架。小东西，干嘛呢你？又闯祸了？快回去写作业吧。哎，毛豆，小姨让我回去写作业喽。你就惯着他吧。哎，姐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不认过他管着谁啊？是，就因为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才得好好管教他呢。哎呦，哎，你今天去单位报道的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刚去就碰上一个乌龙，被领导给训了一顿。哼，你呀，被毛豆传染了。传染什么？闯祸，是种病，吃药吧。姐，我都够倒霉了，你还在那调侃我。好了。毛豆，你们两个赶快把手洗洗，吃饭了啊！知道了，吃完饭我再好好训你们。苗苗。进去吧。回来啦。哎呀，今天冷不冷啊？那妹妹今天的钢琴课